就是这么炸。刚刚那个洒水吗？刚刚有没有握到手或者靠近的？有吗？满不满足？没关系，十二月还有一场，把他再找过来，好吧？跟校长说，校长很棒 ，OK 的 ，OK 的。好，接下来这歌手呢，他非常喜欢他，他是一个文青的少年，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时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想要见到他。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他后天还有一场最想见到你的巡回演唱会，大家如果有空，也可以去看到他，好吗？好，那有没有喜欢这个板子举，可以靠近一点，对，有没有还有什么板子都可以举起来，然后大家如果就是本来在唱歌的时候，大家等下可以就是把手一起跟他挥动啊，或者是举起来让他可以更靠近你 ，OK 吗？耶、yeah ，好，那我们就用我们的前奏。